留学生独有嘅体感时间，我觉得我呢个 trip 系冇遗憾咯，好似好似琴日嘅事啊。用 0.5 倍速享受人生。我见咧韩剧嗰啲男女主角咧，佢哋都会成日嚟呢度咧去食宵夜噶，嗌呢啲小食啊，倾偈倾偈。用10倍速读书发奋。紧张啊！我仲紧张，我今朝先背咋。哇！再 keep 住睇啊！Actual 来发烧 financing 天韩国留学 D D 程最后一集，今晚10:30。